哦哦哦哦哦哦哦！谢谢。赞！真的是太好听了，国乐团的演奏真的很精彩。对啊，东方乐器呢，要演奏出那种西方的乐曲哦，实际上是不简单。不过呢，他们演奏出来的会让他觉得有一股浓浓的别有的一番风味哦。那我们的岩村佐荣誉会长呢，今天因为有事无法前来，所以呢，拜托我们的校长呢，将他呢这一个大红包20000元哦，转赠给那个我们的家福中心。好，那我们请校长还有庄主任请上台，欢迎。